过去我一直专注在一个极力想逃避我不喜欢我的背影，却没发现只要我愿意就会有一堆男生排队约我。妈咪，对不起，但这一次就让我自己做主，让我自己去寻找我爱的人，因为我是值得被全心全意珍惜、全心全意被爱的小公主。三立都会台周一至周四晚上8点，圣女保镖。